大家好，我是 VS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。没错，今天就是正赛第一天了。那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，大概就是我现在的感觉。以往啦，大家在第一天的正赛就会整个人会很紧张这样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其实蛮兴奋的。果然跟昨天预期的一样，在昨天练车的时候啊，真的以前啊，真的就会觉得说，我今天一定要练出什么东西，我今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这次比赛真的不能说平静，但是真的就是蛮兴奋的，因为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，在2022的年底啊，还是能开这台车来比赛，真的很开心。对，总之今天就也来好好的胡闹一番吧。哦对，然后也忘了讲，这一次也因为我车子刚弄好嘛，那也不想给车子太多压力，所以这一次就没有像以前一样报 N 组跟 B 组两组这样子。而且再来就是因为 N 组现在的赛道变得有点无聊啦，所以这次就没报 N 组了，就只报 B 组这样子。那刚刚开完车手会议啊，也不知道说是幸运还是倒霉，今天这一场的 B 组啊，路线算是有史以来比较特别的一组，就是我们会跟 A 组跑同一个路线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会从二楼那边起跑，因为我在上一场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，B 组是从一楼那边起跑，大概赛道的中间，所以那个速度其实不会太快，但是。今天的话，刚刚开完车手会议，他们讲说 B 组跟 A 组一样，要从二楼起跑，这要很快，而且进去的话三档是要弹离合器，所以传动轴，请好好保重自己，对吧？试试看啦，比赛的话就是要 push 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对得起帮我赶这台车的人呢？对不对？是吧？没错。崔磊。崔磊，报告。整个都怪怪的，刚刚原本是 B 组练车时间，然后我去排队的时候他就直接叫我回来，然后他就说 B 组练车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我说刚刚明明就是 N 组那些车在练，为什么 B 组不能练，然后他就说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不然你就先去。然后我刚下去的时候，应该说我在起跑点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是看他的手势说哦我才知道要发车，不然我们在上面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我一冲下去我就发现哎奇怪，为什么书包 spin 在那边，对，场上还有车，然后他也叫我下去，我就觉得说到底是怎样。
皮加油！哇，你看，速度不够啊！王者之听到嘞哈！两块铁皮，哎，我是装同一块吗？没看到。不过好像也不重要，反正他还是会跟我说两次钱。有啦，我觉得 S one 的那个感觉是对的。哎，我后包还在不在啊？还在。哎，还在哦。你以为在场上？对啊，我以为丢下去了。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而且没什么，我觉得战神蛮漂亮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竟然是完整的，那真的是擦过哎。对吧？对啊，为什么都没有掉？哦，而且这个我才锁一二三四四只螺丝而已，竟然没有掉。有啦，那个。那这本来就这样啦。拉太久了。滚！拉太久了。滚！好，滚！要先第一个完整分哦。修好了。下一组，阿皮对上何青龙，地位阿皮在前，何青龙在后，阿皮对上阿北。好，阿皮追上来，追上来。哦，速度够不够？不够，这速度一看知道不够。对，哇哇，内线一直吃在内线。好 ，S 二。啊，何青龙小心，差点掉下去，差点反向掉下去。哇，两个人 S 四吃线都啊，何青龙这个地方吃线，踩西瓜了，踩西瓜了，哇，这人都输了。
讲哦，阿皮在 S 一进去的时候，他不但没有摸漏，他一进去是内线就压线了，一直压线走到快要完的位置，基本上 S 一废掉了，对，会扣很多分。S 二进来，何青龙在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动作，他在那反向把自己丢掉下去，然后阿皮在这里拉直以后，他进这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何青龙更离谱，直接四轮出去，回来何青龙拆线，哎呀，很难。然后何青龙的部分，他最后那个太夸张了。何青龙不但没抓到分，而且何青龙这个失误很大，这里何青龙吃掉。来，哎，何青龙在前，阿比在后，来了。何青龙速度是有优势的哦，车坦克啊，哎呀，速度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一摸，你看只能那个也不算入弄的啦，那个没有入弄，那个手刹戴太久了。来 S 二，哎呀，何青龙一样会摆正。阿比也跟着摆正了，阿比不用摆正的啊！哎呦，那个是摇头又摆尾的对吧？哇，何青龙的车好像，我觉得他的车一直在拉推头哎。对，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先讲何青龙。何青龙一号弯一进去以后，他速度确实还是不够。对，速度不够。真的，他不但没有摸到洞，也是这样。但是他踩的线比阿比少，坦白讲。回到 S 二，何青龙摇头，其实阿比不用摇的，要不要跟着摇？对，他模仿他。S 三何青龙一个很严重的失误，差点把自己扛掉。对，何青龙第二圈2.2，阿比第一圈1.8，四分，16。好，胜出的是999号。尤彦祥，好，来下一组陈廷张廷豪对上尤彦祥，来第一位张廷豪在前，尤彦祥在后。哦，阿皮紧咬，哦呀，哦，张廷豪，哦，这速度很帅，哦，吃肉。阿皮，你破坏的西龟，我看轻几挂。哇，张廷豪那个加速有起来，有速度就飞了去了。阿皮，我阿皮那个车刚做好哦。对，他其实到底出力不大嘛，他还没有练过车啊，刚好到现在没练过车，他刚弄好而已，好像写300匹而已嘛。对，好。这个落差远大，我张廷豪 S 一飞的那个位置还漂亮，虽然没有满弄啊，但是至少他丢的那个位置比较中外线的，有摸到一点弄啊，还不错，而且整个速度流畅还可以，只是阿皮破那个西瓜有点太离谱了，失误了。来，这个位阶差很多，刚刚张廷豪拿到6.8阶，尤彦祥拿到2.5阶，第二回合啊，尤彦祥在前，张廷豪在后，来第二回合预备。好，来看灯，来出来，好看阿皮能不能扳回一城哦。对，哇，张廷豪就盯在后面的，好，
中内线稳住就好，其实阿平你只要稳稳的开就好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不要管后面那个在哪里，你只要稳住自己就好了。哇，张廷豪收得住啊，还拉张廷豪是有让出来了，坦白讲他没有说很用力的去 push。 对，哇，哦，我细狗啊，张廷豪 miss 了，对，有点太保守，张廷豪其实有点太保守了，阿平虽然没那么快，但是也你也保守的有点太过分了。张廷豪进攻那个失误，而且他进攻这里有拿点分，其实分也不高，4.5。阿皮拍跑前车，这里僵持到这里 S3 这里没有吃到弄，折身过来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，但是所有弄都错失了吗？对对，真的是完美的闪过所有的弄。获得胜出是051张廷豪，哎。八强的第二张门票，不过阿皮那个车动力真的确实有点比较小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我觉得太小了，他踩不出来啊，对，他连车滑起来都蛮吃力的，他偏向有问题，他没有办法打三档，哇，同步快二档，对，非战之罪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必须承认，最后一趟我后追的时候啊，应该算是有点被他骗到了，因为在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跟得到，结果他在起跑前，因为他是 2JZ 嘛，加速会比我再快一点，他就突然就吹走了。那吹走的那一瞬间，因为我不知道距离被拉多远，然后我就看他骑甩，我就是一起骑甩这样，结果没想到，因为直接吃进去了，啊，真的是。对 ，Anyway， 总之今天第一天的正赛。对 ，Anyway， 总之今天第一天的正赛啊，就以16强收场。今天 PK 赛比完了、啊，是有点心得啦、啊，有一些东西我是想要明天再试一下。所以今天止步于16强也还好啊，至少车子是平安的，你说是吧？明天还可以再玩一天，应该说明天还有一天要玩，所以今天车子不能出事，好不好？不然如果出事的话，明天就只能在那边打苍蝇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去看比赛吧。明天早上8点车走会。所有组别一起开完了之后，把今天没有比完的比赛比完。比完了之后，我们会有名次出来，依照比完的名次下去做排位。明天没有排位，没有独走。好 ，OK，OK 吗 ？OK，OK，OK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！1、2、3，南港！全部一起来！1、2、3，南港啊！嗨！3、2、1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前面站南港，没有站南港。刚刚明就讲1、2、3，为什么你要3、2、1呢？3、2、1冲大小，1、2、3南港，拿冠军啊！2、3南港，1、2、3南港，拿冠军。2、3就没有了，靠背啊！1、2、3拿冠军啊！加油，操妈就没有了啦！1、2、3南港，1、2、3南港。他是在讲什么？我来了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！加龙博！剩下的交给字幕君了。对啊。嘿，各位，那到这边呢、啊，我们赛尾赛第一天的正赛，也算是。好像也不算结束。其实今天的整个赛程并没有走完，大概只走到 N 组的冠亚季军出来而已，然后 B 组跟 A 组还有 A Plus 组的冠亚季军全部都没有出来。那是因为这一次报名的人数啊，好像算蛮多的吧，然后再加上冬天天黑的比较快，所以才导致整个赛程没有走完这样。那主办单位也是担心车手在天黑的时候啦，可能在赛道上面开的时候危险性会比较高，所以他们也才临时决定啊，把今天的赛程移到正赛的第二天，也就是明天早上来进行这样子。那说到今天跑的如何嘛，那我相信大家看影片应该也都看得出来啦，反正就也不是那么的理想。虽然说二档打不进三档，让我蛮烦恼的，
但是总归来说啊，今天跟昨天一样，依然是玩得蛮开心的一天啦。真的，再怎么说，这也是啊，暌违一年之后的一场比赛这样子。如果真的能在赛前啊，好好的来练车一次啊，相信这次的成绩啊，真的会好很多啦。那这场比赛来啊，除了要玩得开心之外啦，真的也要边玩边收集一些数据，然后回去再好好的对那台车子做调教。我现在大概已经有想到几个调教方向了啦，相信在调教完之后啊，我觉得我的车啊应该可以跑出比之前还要再更好的成绩。那今天影片呢、啊、就先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差不多时间要睡觉了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影片。我是 B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。一二三，来！一二三，来！他、啊、在讲什么？